吃帝王蟹时为什么只吃蟹腿，却很少有人吃蟹身？先点赞关注收藏起来，防止视频找不到。原来帝王蟹虽说叫蟹，但它属于甲壳类，并不是真正的螃蟹。它虽然体积庞大，但蟹身上的肉却很少，也没有什么蟹黄。另外，帝王蟹生长在850米之深的深海中，环境比较复杂，内脏器官都聚集在蟹身上，这些内脏容易受到污染，可能还有重金属之类的，所以吃蟹腿来说相对更安全。那么，你吃帝王蟹时会舍得扔掉蟹身吗？